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carlett， 依一日嚟咗中环嚟欣赏一个喺半空中嘅艺术装置——川流不息，系由美国知名艺术家 Patrick Shong 设计，以维多利亚港作为创作灵感，用咗超过45000条嘅彩带组成咗一条充满奇幻色彩嘅空中之河。在维港旁边呢一度，随风飘扬，好似水里面嗰啲波浪咁。全长一共有80米，喺现场睇真系令人叹为观止啊！如果夜晚嚟，仲有埋中环嘅夜景，一定会更加正啊！一个咁瞩目嘅艺术装置，系设计香港地所举办嘅展览，蜕变为港新海滨嘅其中一个展品。展期得11日噶咋，想去睇嘅话要快啦，系免费入场噶。